个单车的生活才是好生活。我哋一直咧就系将单车文化咧融入生活入面咧，作为我哋嘅即系最核心嘅价值啦。咁啊，因为我哋觉得单车其实是一样十分之好嘅移动方式之一，同埋咧用单车咧其实可以将好多唔同生活元素串联嘅。即系我哋觉得踩单车唔一定系话比赛啊，或者要踩几多公里啊，要流几多汗啊，或者要爬几多座山。我喺我哋心目中咧，单车系一样好悠闲，可以令你生活有不同可能性嘅一样工具咯。系啦，咁我哋譬如踩单车会去地方野餐啊，去探索一啲唔同嘅地方啊，睇一啲历史环境啊，或者去一啲大家平时唔会去嘅地方咁样。咁所以我哋就系将单车系当咗一种生活嘅另一种可能性咁样嘅项目啦。咁今次我哋就同新型市呢度搞咧，就因为我哋都好认同佢哋嗰个 project 啊。因为其实咧喺香港咧，好少商场系会有提供室内单车泊位。我哋就希望透过呢个 project 咧，就可以凝聚到沙田区嗰个凝聚力啊。我哋就喺呢度设计咗个路线咧，一路延伸出去，一路去到马鞍山同大围嗰边。今年疫情啦，大家冇去旅行，咁咧踩单车咧就可以其实有一种旅行嘅感觉，俾大家去一啲平时唔去嘅地方咁样，所以都希望透过 project 就可以带呢种感觉俾大家。呢条路线又唔难嘅，都系沿住单车径玩到嘅路线啦。咁但系我哋就发觉条路线就系可以，其实中间有好多唔同值得探索嘅地方，咁我哋就将佢串联咁样，有历史景点啦，譬如文化博物馆啊、车公庙咁样。亦都有啲得意嘅打卡位，係呢一區比較少人去嘅，譬如一啲天橋啊，同埋有啲特別嘅水泥橋咁樣啦，一啲比較 IG 打卡出嚟幾靚嘅地方啦。另外亦都有啲好靚嘅自然景觀，例如孖橋嗰邊啊、馬鞍山個海濱啊，同埋葵涌嗰邊石灘。